感谢的朋友真的非常多，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坐的这台小五车，啊，对，几乎每一年我们来啊，他们也是会帮忙这样子。对，而且我刚刚就是跟那个大哥在聊天，他说他们其实之前也有开去拱天宫过，开这台啊，好像是哇，那也蛮厉害，很厉害，欸，叫你用，魏家开去拱天宫也是一个大工程的哦，真的，我忘记问他是要加柴油还是。而且啊，因为他们都在地人嘛，对，熟门熟路。你看，我刚刚才到底在九三楼那边有没有？因为是他的，对，所以现在他直接抄这个捷径。来行哎，来行。啊，对，在前面就准备到了。对，哦，报备哦，今嘛，我们现在收到第一手消息，听讲报备啊，已经到咱的朝天宫啊，对。哇，欸，我有去上网查，其实像白沙屯妈祖，就像是妈祖要回娘家，哎，欸，回家的感觉吗？哦，是朝天宫的宝贝啊，朝天宫的宝贝啊，已经到我们的现场了，这样，对，已经到朝天宫了，哦，已经到朝天宫，是大家现在没有知道吗？是白沙屯的妈祖是不是？就是在北的朝天宫的里面有他们的妈，他们的圣父母这样子吗？是等于是妈祖要回来找宝宝妈妈吗？我不确定哎，现场留，现场留，哦，哎，欸，你看看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空拍画面是不是是否很壮观？大家先围在那个庙，加一加一吗？好好好，加一千呐，啊，加一万，加一千，好好好，真的很，震撼。这种画面呢，这能在这样的这个重要的文化、民俗、宗教盛事当中看得到，这也算是在我们这边非常重要的一种现象了。那也是很特别有人情味的状况。那现在呢，妈祖的神教其实还在比较。啊，离朝天宫有点距离的这个靠近的路途当中，对，我们看妈祖在这个旁边两边呢，这个发心哦，都给大家这个点心摊吃。那妈祖其实经过都会这个致意一下，因为这个都是照顾这个妈祖的英娜，当然都谢谢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我们的这个粉红超跑呢，现在呢已经在这个北港镇里头喽。好，那所以呢，现在大家已经引颈期盼准备喽。待会呢，我们的这个妈祖就会来到朝天宫，然后。三进三退，然后进到大同路，现在在大同路上。有人跟我们说，线上大家告诉我们，妈祖现在是不是在你们家前面的那条路？对，我们都一直是那个外地来的。你看，朝天宫知道我们有空拍镜头，他的棚子上面就写一个朝天宫，啊，真的很懂哦。真的，你知道随着时代的这个一直不断的演进，各种转播的方式，大家也很知道，在任何的场合当中怎么让。秀出自己这样子，这样又漂亮，有啊，对，然后又知道是朝天宫，是多好多美的画面，任何角度都让人觉得非常的震撼。其实空拍画面有时候往上拍，你就发现说这个庙的一个这个整个装饰非常非常漂亮，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艺。对，而且我们朝天宫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历史的，是一间庙，经典的，看来是一个古庙。对，而且有非常多朝天宫的文物，他们有文物馆，文物馆里面都是这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些文物，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好好的了解一下。今天还跟我们介绍有清朝的进香，对，他有清朝的进香旗，道光年间呢，距今200年，所以这个北港进香呢，现在也已经正式被列为国定的这个无形文化资产，是，就跟我们的这个白沙屯妈祖往。徒步往这个北港进香也是这个无形的一个文化资产，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一次看到了两个，都是国家的一个这个国家级的无形文化资产哦，非常非常的特别。现在很重要，就请大家把直播分享起来，因为妈祖这边来家朝天宫啊，那带你背几别为这些画面哦，真的是震撼，保证让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哦，一定会得到最强大的疗愈跟。最直接对妈祖的爱的展现，那这里呢？是天顺将军，有接驾的这个阵头，嗯，然后妈祖的神教呢，也应该在大红路上慢慢的转到这个快要靠近到这个朝天宫前面的这一条这个路上了。好，外面真的是应该是寸步难行了吧？大家看到这个非常壮观的画面，我们待会就会看到粉红超跑在这个人潮中间跑起来，跑起来。在粉红超跑之前有一个也很震撼，后面就冲头旗，对，头旗进庙，那个就是相当有那个阳刚雄伟感觉，就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是，好，那迎接妈祖神教的阵头呢，那陆陆续续呢更靠近了朝天宫，那应该显现着这个粉红超跑就这样子，应该已经更靠近那个。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话，
老金鼓，每一样都古迹啊，都是古迹，这个鼓啦，经典，鼓上面的装饰啊，鼓棒啊，有，很值得来啊。是，身为台湾人，你怎么能够错过台湾的庙宇宗教文化？对，理解一下妈祖带给大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然后愿意用这么考验自己的方式，然后那个追随着他。是，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是我们操纵空拍机，我们的空拍尾，这个空拍机。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报告，我们宝岛乡里大，我们就是不断的在记录台湾任何一个角落的宗教活动，特别是妈祖信仰。是。那我们有空拍的画面，我们在这个陆地上，我们布满了很多的摄影同仁大哥，然后带着这个数十架的一个摄影机，然后呢，在朝天宫里面，我们也布满了很多的 GoPro， 用各个角度哦，带大家来这个全程看最棒的一些画面。好，那目前呢，我们在外头是我们的永烈跟我们的玉涵，他们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永烈、玉涵。报告姐哈，咱今麦妈祖的桥已经到圆环了。就已经快要靠近这里有听到那个烟火的声音哦，就哇，等一下就要开始慢慢进来我们这条中山路了，哇，期待哦，期不期待？已经要来了，你们听到声音，已经靠近圆环了。哦，哎呦，你们是在地人吗？也是一路，也是一路走过来的。你是从苗栗一起跟着来？啊，这个问怎么看看这个季啊？季啊，你会来？十几，他从通宵出发，没有，好，因为我还在上班。可以的。所以今天是刚好放假嘛？没有，昨天晚上就下班。哦，你下班就冲下来了。来来。你不觉得越走香味又来了？我又要闻到人香味。我跟你讲，走在这条路不止哦。江青大 IB， 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北港名产是什么？名产吗？饼吗？花生吗？麻油。麻油。麻油。你有发现这条路的左右两边很多东西被麻油好像有呢。我大概现在中山路就一个画面，你知道吗？什么画面？我正在吃麻油鸡的画面。发到我高腰来来，无我都差不多会机会。哎，来个小卡，还要卡无？好，我们这样子就是快到了，这样子。我们现场大家已经在操控了。现在好像已经有听到那个来的声音了，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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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来了。往前走啊！你这回我是有安全感。哎，好。跟着同行前面走。好。今晚好，那。好。讲一下，讲说现在上车几号。好。今晚还当看到哦。我们现在转进来中山路的，现在还。36直四。嗯。停。可以看到，现在转进来我们中山路的，可以看到36直四了，对，可以看到了，哦，来了，这代表给我们的后边，慢慢要靠近了，好，来，哇，我就感受到可能要开始了，大现场又开始躁动了，期待的女神终于要来了，36直四朝看起来，哇，他们都是女生，对啊。粉红大军哦，对哦，一般36直四哦，你看你讲全部拢是女性为主，其实会比较少一点哦。但是你看哦，你要想了，巾帼不让须眉，看起来都很有威武的感觉。对啊，那么是就严肃哎。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36直四后面就是咱的头旗呀，师傅哥，你好，头旗，对对对，是头旗。跟着我们的头旗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跟着我们的头旗，
然后跟着我们现在就走在我们的头旗前面，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靠近我们的朝天宫啊。好，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赶快把我们直播分享出去，这历史性的一刻一定要邀请大家一定要来收看。哎，对，看一下这历史性的画面。好，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哎呦，是咱这个朝天宫的档哎，哦，哎，抓档哎，今嘛带着团队，哦，现在往这个朝天宫的方向前进，哎，三档哎六，好，然后我们在这边先陪伴我们的陶吉，嗯，还带着那个的一起跟着陶吉走。我真的第一次参加这个，我觉得好盛大哦！现在画面，对，大家都很有自己上台。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阿周伯因啊，上到数字，哦，对哦。我今天有遇到有人显示自己显示的啊，哇，现在大家人把手机拿出来了。哦请你不要再往中间靠，留了空间位置，让我们来进入。这整排其实蛮长的，沿路蛮长的。我们沿路真的都是满满的人，对。我们妈祖娘娘的銮轿，大家不要再往中间挤了，大家不要再往中间挤了，拜托。终于，那是历史性的一刻。对。你可以看到这个陶吉组的，好帅哦！帅哦！给我们一个掌声，欢迎我们的陶吉组！掌声鼓励我们的陶吉组！不瞒各位，我的表叔也是陶吉组的。真的假的？对对对，在里面，在里面。刚有一个遇到他吗？啊？有遇到？对，前几天有遇到他。很辛苦哎，陶吉。有啊，我们通宵人嘛，当然不会这个。对，缺席这个盛会，我也是通宵人啊，通宵人，有啊，哇，啊，大概都，偶尔都遇到我堂哥，这原地喊嘛，对不对？好，来，来，我们加快脚步哦。我们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对，来继续往前走，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场，其实大家都还是非常守规矩，对，有尽量把中间这条路。让出来，没错，给我们的头旗组啊，我们的三十六十四啊，我们的粉红超跑啊，让他们走。对，哦。我刚看过去，我觉得头旗真的是好庄严、好帅，对，领着队伍，领着兵马，妈祖的兵马，然后、哦、对对对，往前进。所以他们是非常严肃的，你知道吗？雄赳赳，气扬扬。来，大家哦，靠边，让我们妈祖的，让我们妈祖娘娘的銮轿通过。一步，辛苦了我们的刑警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辛苦我们永角交班人员，辛苦我们的摄影组，辛苦我们的随箱人员。对对对对，阿伯一波啊，偷袭其实也是速度很快，哇哦啊，哎，我们现在等于是让自己喘一口气，对。然后维持好队伍，哦，调整好脚步，有最好的状态抵达我们的朝天宫。哇！来来来！好帅！啊！哦，我们尽量再靠近一点点，好不好？哇！哎呀，夹道欢迎，然后大家都在鼓掌。好啊，好啊，好。就剩最后一里路了，因为这个时刻都非常的感动，哦，跋山涉水，
横跨四个县市，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一个。这个天气很热，但是我们现场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的妈祖的信徒。两大帅哥妈祖，我的亲戚，然后最美丽的妈祖国了。来，玉兰，你仔细看，你有发现左右两侧人已经开始渐渐一人一支纸花筒了。我们赶快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我们历史性精彩的这一刻，赶快分享出去给你的亲朋好友看。其实，如果有哈一直锁定我们直播的话，有看到就是我们博洛城大拍的空拍画面的话，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今年的夹道欢迎人潮真的又更胜于以往了。整个这夹道欢迎的这个队伍啊，今天哦是从这个中山路的头一直到给位。满满的这样子，哇！我已经迫不及待，他们等一下那个收纸片、收出来那种感觉。就看到。对啊。之前我都是在旁边看，今天跟你不一样，是在这一个现场，在现场。而且等一下那个纸花出来的时候，应该都会落在我们头上。哇，现在感觉很美耶。但这是请摇滚区第一排。我妈都不会后悔。哦，妈祖婆要被冲起来啊！对对对。哇，现在我们的队伍已经离我们的头越来越近了。现在目前是头旗，我们先欢迎头旗。欢迎头旗。那你头旗，那你有没有什么意？来到那里发大财。用天中天上寺庙设的，来，我们先来。